看看新闻网。昨天，一身复古装扮的萧敬腾现身校园，因为难得看到偶像明星大驾光临，同学们个个都是超级疯狂，学校更是高规格的欢迎。老萧在欢迎乐声当中出场，百位同学更是分两侧站立，用欢呼声迎接老萧。但是问及校园恋情时，萧敬腾又恢复他神话一哥的身份。有谈恋爱吗？在学校纯纯的爱？当然有。有很回忆无限吗？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。要不要讲一下以前纯纯的爱大概是怎么样？我讲过很多次。那你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？我是比较累的那一个。都爱在课堂上睡觉。很想睡觉的那一个，对。所以都会在上课的时候睡觉吗？我会，但是这是不好意思。